Hello， 大家，我们是科社。现在暂时加入空。我们现在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机场，参加活动。他不用自我介绍。哦，我是小尊。然后后面在玩我头发的乖乖。我今天是可以帮我上千眼的脸吗？不能破坏形象，所以请帮我从头到尾都上千眼的脸。不要理他。好，下一位。暂时加入扣社一天，一起来马来西亚。好，然后今天是我们第一天，然后我们晚上才到吉隆坡，然后我们现在买了第一杯咖啡，不是咖啡。完了，总之就是纪录片大家就开始了。我会有想问一下，因为通常不知道每个地方都会看星巴克的物价，刚刚的那个红茶拿铁跟台湾的价钱。六点多，好像16块，16×。谁这么重点？是啊，是啊，是重点。干嘛？你要干嘛？喵！刚刚小哥发现了一个东西，咖啡袋做成的，好吗？里面很可爱，有39块，不便宜。买它有吗？跟你买的2200。闭嘴啦！我觉得这比较可爱。大概300块左右，很到位。我觉得这比较可爱。我们可以阿哲，这好像刚好。好，所以你要买吗？没有。哦，那你放回去啊，靠杯讲那么久，我们还在拍屁哦，走了。Thank you。到了，关键。我手太重，举不起来。Welcome to me。撑住啊！我们等一下还要拍开场的。哎，对，我们拍够了，没事。给大家看一下房间，挺大。好，我不确定。喂，呼呼，你再说一次，你做了什么？我说我刚刚，我刚刚把卡放在里面，然后我就出来了。八七。你真是搞怪！我赶快念完这个，赶快离开这里好了。这一段对吧？春雨新男团 Timaeus 一词源自于柏拉图著名哲学著作《地脉欧篇》，描述柏拉图对于宇宙与世界的运行以及灵魂与时间的流动等哲学观点。Timaeus 团体品牌理念以4种不同的个性与唱歌风格诠释他们在这个宇宙中的灵魂定位。首先，第一位是穆恩佐，理智与现实可以配合弟弟们发疯的长男，看起来是邻家大哥哥的类型呢，而且很可靠，擅长的曲风是摇滚弹唱类。他的 cover 好有爆发力，好赞。他的出配信是10月14日的晚上8点。格莱伊打游戏以外的时候温柔内敛，具备母性的三男。等等，他穿的跟我好像哦，他跟我一样很喜欢打游戏耶。打游戏以外的时候温柔内敛，所以他打游戏的时候会人格切换。擅长的曲风是情歌民谣类。他的声音真的好温柔，有被疗愈到耶。他的出配信时间是10月15号的晚上8点。
赛特洛外冷内热，用轻佻的态度隐藏真我的闷骚次男，这什么超香的设定啊，连皮看起来都超闷骚的，擅长的曲风是 hip hop 饶舌类。爱就像大雨落下，怎么能让人不牵挂。他是唯一的中文 cover 呢，声音听起来很干净也很舒服。他的出配信时间是10月16号的晚上8点。艾斯珀达，憨憨又容易过嗨，笑点奇怪的老妖，感觉是个小恶魔，而且脖子上有痣，好色哦。笑点奇怪到底有多奇怪，可能要看出配信才知道呢。现场的曲风是华日语流行乐 RMB。很好听耶，而且我喜欢他的声音。他的出配信时间是10月17号的晚上8点。哇塞，四位都好有个性的，而且唱超香的啦，我的 coverage 超好听。等一下，他们还有出道原创曲，我还听。Timmy 将于10月14日到10月17日陆续出道，好期待完全公开的时候。我都成为粉丝，大姐姐，我要去跟姐出看戏了，我可以出去了。你别来拍。现在是早上快10点，我们11点要集合，我们在化妆。昨天晚上3点才睡，因为没有办法那么早睡，然后我现在很累，然后我们等下去会场，先整妆化妆。不、哦。你几点？第一天，然后，我发现了，吃饭时间，你吃什么？冬菇肉碎，香菇肉碎。冬菇是什么东西？因为他们讲冬菇很可爱。你要吃哪一个？那我想香菇鸡。好啊，那这个给你。对、欸。那你要先吃吗？我吃。等你的感想。其实还不错啊。那是什么味道？就普通的香菇。普通的。好吃吗？外面吃不下，就是太烫了。我想吃饭了，快点。肉汁鲜美，骨头入口即化。啊，可以。好嘞，冠军如何？冠军回合。啊，这个青菜非常的清脆，就是咬下去，它就有一个新鲜的味道。你呢？美味。OK， 它是小当家风格。助理刚刚买了马来西亚的。来来来，戳。就仔细一戳啊。哦，我现在没手。你看，哎，看子宫还抢，我成功了，你好厉害，快下去。千爷，废物，来，你先喝，好喝吗？什么感觉？奶味蛮重的，可以再甜一点，可以再甜一点，哦，很甜是吗？蛮甜的，它的气氛很像全糖。是哦，我说了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就是。它的无糖也甜甜的、欸，真的吗？我吃，就是珍珠本身应该是奶精的味道哦。我觉得好像是珍珠的甜味，珍珠的甜味，有个黑糖味，还蛮好吃的。对啊，无糖好喝，赞耶！我最好喝，只有一杯。It is the birthday of Sun. So, everybody,
Let's sing together. Ready?你不会是点辣味的吧？靠腰，我要给你一个中指，给你一个。这个是中国特色汉堡包，它是用蛋做的，超酷，超好，很像那个红豆饼蛋版。对，这个是什么？鸡蛋包，然后包肉松，超好吃，可是它皮很酥哎。特写一下你的鸡皮，很大的鸡皮。真的好油腻啊！对，好油腻，哎，你的嘴巴好油腻啊！他整个油到不行。你知道最地狱是什么吗？什么？我嘴唇破一个洞。好地狱哦！你是吃成怎样？怎么吃的都红红？你吃得到这边？你的头发上面都是？真假的头发都是？对啊。怎么吃的满嘴都是？你今年几岁了？不是，五岁哦。来吃吃看这个。其实我不知道在台湾有没有，好像也有。但是这个是香港的。哦，香港的、哦。我想要一个巧克力的。哦，所以巧克力是指它是巧克力口味的。因为我刚刚看，我以为它是在上面撒巧克力酱。我也以为，因为我跟你讲，香港跟台湾的事情真的不一样。这里它变成那个巧克力口味，我跟你们看一下。今天终于结束了，耶！我刚刚还在演戏，还在吃鸡蛋饭，好吃。我觉得时间过得快，充实的，但吃吃喝喝中度过，我好像在吃东西。有了，还是有前面拍照来的吧？有，就一下。蛋糕真的是太帅。哎，你知道吗？因为我先演，就是说你知道，小他还先问我说：“哎，小珍在旁边吗？”我就说：“小他喜欢吃什么口味的蛋糕？”然后就，我跟你们说，小珍喜欢吃什么口味蛋糕？他喜欢吃巧克力，可是不要全部的巧克力，不可以有草莓，不要提拉米苏，可以有巧克力，可是不要全部的巧克力。到底是什么蛋糕？所以他问我的时候，我就说：“啊，只有巧克力口味蛋糕就可以。”你有辩解机会吗？好，你请说。辩解机会，辩解时间。没有，其实你要吃什么？哎，对。
接掉出来，你们掉出来了，傻眼。这个是有点亮亮，然后呢？开箱完了，嗯，好的。